是中日开场赛，左边中国小孩，右边是日本的阿基拉，日本的金啊小明。双方用的人物是一模一样的，首发都是选择牙刀啊，就是狼印队啊。拳皇十五首度第一个 DLC 更新的狼印队的人气角色牙刀啊，当然他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啊。新人物一出场就马上拿获得了众多选手们的一个喜爱啊，这家伙的压制力非常强，机动性也非常强。那么现在小孩发起反击了，他的血量被对方打到只剩下没有血了。我内心是喜欢小孩大比分打通关，呵呵。日本牙刀这把站起来了，他说我要开张，这把我要朋友们，你觉得小孩这能剃头日本阿基拉吗？支持。那么现在咱们来看本场比赛，来对于小孩的只剩一个人了，这里要被打一挑三了吗？我怎么就不信呢？对方出生龙，哇，这个确认是这个生龙，很有小孩的感觉了啊，很准很稳，不着急。一挑三有那么容易吗？对方还有一期资源要带，要他选择留下一轮压制，再发动这个大招连携带走小孩，小孩危险了。特瑞现在三气，但是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对方近身压偷到，近偷到那就是一套走，空生打空，但是小孩这里距离太远了，没办法反击啊。小龙，你这里单发确认能量反击压制你下吧，正格对方反击把波啊，欢迎点野子板，这里用这招来突破，这里赢得相当的艰辛啊。哎呀，我也是 GDR。 好了，那你觉得这把能赢吗？有点难了，对方两管满血，小孩的特瑞被对方一拳一腿再来一拳就没了，看来剃头是不可能了。请战青得开 BC 确认，但是血量太少，这套连的打不死，又没有顶点压制，对方飞机反击，看这个飞机反击打多少点血。那么现在他前冲偷一个下 A 马上解决了小孩，日本人终于是开张了啊！今天晚上日本人的第一个 B 阿基拉打下来的啊，给他点个赞好吧，咱们大气点，打的确实是不错啊，打得确实不错，打得不错的咱们都给他们点个赞。48个币，小孩现在只输了2个币，400块没有了啊，10000块去掉400了，小孩还有多少你们算算。感谢这位，这个假名应该念怎么念呢？朋友我也不认识，你这个假名应该念什么呀？感谢朋友的小红心啊，电费有了啊，是阿 K 拉今天晚上电费网费赚出来了，你大少9600啊，看来你的数学不错啊。来看本场比赛，来对牙刀对战牙刀，一模一样的角色，嘿嘿，不认识日语啊，日语我认识少部分啊。这个假名应该叫听，牙刀针对新战术就是牙刀打牙刀哦。Desa 还是 Tesa？
呀，没得。哇，掉过头了。打的时间也会不会麻木了？不会。这才打多会儿啊？他这经常一打打一宿的，不会的，这应该是属于正常的状态啊。刘总啊，马哥这把谁能赢？你们觉得？超宝，你觉得这把谁能赢？牙刀已经一挑三了，已经要一挑三了，不是已经一挑三了，要一挑三了。好的，再留一颗气打下一轮的鸭子，对方赢了。哎呦，阿克拉玩命了，阿克拉现在还有四哥回血，能回到不到七哥吧？那现在小孩两管满血，二打一。没人用八神庵吗？八神庵现在已经是感觉就是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色了，没人用了，太弱了。拳皇如果没有八神庵跑七星登场，总感觉是不完整的，拳皇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小孩接了一个顶点超必杀技呀，永不回头的男人又来了。是男人啊，从不回头。现在对局来自于三 B 的小孩，现在阿 K 拉还有最后一 B 了，简直就是魔王啊，谁也挡不住小孩了吗？没有八神就没有灵魂了，是不是？大口有讨提星吗？大口有讨提，大口是讨提星的真爱。小孩是谁厉害，我用谁。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，大口是一个情怀主义者。大口是，我就是喜欢淘气精啊。好了，回家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拳皇。还没有 lucky 啊。十五小孩对战日本阿 K 拉对局。哦，这把有了。哎。老白给拉尔夫搞一张图啊！别老白了，老白还没有你大呢，兄弟。来自于牙刀对战日本阿 K 拉的牙刀，你觉得场比局啊？来自于这场比赛，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了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没有什么悬念了？先看路卡尔出来强不强啊？路卡尔出来应该也是蛮强，打爆又要洗牌了。搞不好变 GRR， 也搞不好也是 GTR， 拉尔夫变成路卡尔。哦，拉尔夫拉回来了，还不一定哦。哎呀，可惜啊。Now or never. Ready? Go!
路卡尔有角刀，有升龙的小孩一定用得不错的，有升龙的角色。哦，资源稍微落后，还有戏哦。哇，被顶到清剿了。啊，送钱啦，辛苦。下面一位。